Hello， 我是 Emma， 然后现在在大学的宿舍，就是我们有用这个菲卡的产品，然后就是牙膏啊、防晒霜什么梳子都可以放在里面，就是很方便。因为如果积在这边的话，很容易就是会积水、潮湿什么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们原本用的挂钩，但它就是不太牢固。用了飞卡这个之后，就是它可以这样，就是它可以很随心所欲，看你要换位置放哪东西，就比较方便。另外这个就是放扫把，就是吊起来之后，它就不会一直卡在下面积灰尘什么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晒衣服的，就是很方便，而且你还可以自己调长度。晾毛巾在这里哦，因为就不用出去跟人家挤位置。然后这个就是放一些盥洗用具，因为你看这个是学校本来给的，但就是太小了，如果你放了肥皂或什么，就基本放不下，所以就很好用，很喜欢飞卡。